对面有，对面有。纯爱太好了呀！佛爷哥，你知道什么感觉吗？什么海妖收集者那个是吧？然后带重刃还是带收集者？外挂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有烟没？啊！我这我他妈的幺六，过来了吗？来了三个，到哪了？过在我这边。我操！迷你倒了，这个迷你，迷你倒了，对面两个，两个都在对面。这个迷你真的假的？这不，房子倒了，我操！我他妈才是外挂。有一个车。兄弟，你他妈才是外挂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兵器直接给他秒杀，莫老。看看有好血，别说话，我就说一楼二楼都有，这喷子真的蛮恶心。哎，加一窗户，求求你们了，从窗户加一下。他怎么干门吗？对，被轰。兄弟，真来上去弄他吧。兄弟，楼梯呢？哦，在这。我操！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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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被白了。那你先骗我们钱，不要骗，那凭实力好吗？那你太有实力。我操，你插脚！在装什么逼啊？救！三斗，三斗，兄弟，快来救他！兄弟，快去救他！有你救。这都压不死吗？别说话！我操！哎，收到压了，兄弟。九二幺四多少来着？六六二。九二幺四六六二，来看一下。好像没开呢。妹儿吗？妹儿。甜吗？不要跟我挖挖脚，在哪？我怎么没收到，兄弟？真是，我操！嗯？回枪救人了，丢个雷呗。靠左一点，被压了。嗯？哎呦！这是干嘛？你打怎么都呆呆啊？还有一个围墙，还有一个就在左边围墙，确定？包子，哦、你跟我说在左边围墙，看吧，左边围墙包救起来了，那围墙绝别说啊，三个人。啊？啊！我看到兄弟不是过去打倒一个吗？不是这些人在干什么、啊，兄弟？飞一天，好，我兄弟，别招！兄弟，你能被这个人打倒，说实话。就做那个跳伞塔的，天上还有一个。我知道。别花钱。别移了呀，他就是跳伞塔底下。耳机。故意的，就想让他们吃鸡，让路人吃鸡够了。